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索隆的刀。好，那它在 3D 建立呢，不会太困难哦，但是相对的是要花一点时间的。那有兴趣的人呢，你可以到连结下面去下载哦，我都会放在上面。那它最困难的地方呢是上色啊。那至于猎印的话，会有一点小技巧哦，你可能需要去尝试一下哦。那我这边就留给有兴趣的人呢去做测试。那我这边就透露一下我猎印的一些小技巧，然后跟我遇到的状况。哦，那以刀来讲呢，哦，它不太适合站着印哦，因为它又细又长，然后很有可能会发生倾倒的情形。哦，它的刀鞘也是一样，哦，我也是尝试了两三次让它站着印，但到最后呢，它都会做倒塌的动作，哦，甚至会拉丝。好，失败率蛮高的。好，因此我建议呢，你可以躺着印，或是斜斜的印啊。那当然，相对的要开支撑，那这样呢，成功率相对会提高。那这一次的那个作品涂颜色呢，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可以从照片或影片来看，会发现呢，跟以往的作品比起来，它的颜色比较鲜艳，又比较亮一点。好，因为我在表面有做了一个保护层，哦，有涂上一层保护层。好，那至于这个保护层呢，哦，我们各位可以去找一些可能适合的一些涂装的颜料，然后透明颜料。那你可能要先去做一些尝试哦，因为有一些东西像透明漆啊，它可能会把你的塑胶给溶解掉，或是颜色溶解掉，哦，这点要特别注意。你不管要用哪一种亮光啊，或是暗的，你都要先拿一个实际的东西来先试试看。好，不然你会不小心把你的作品给毁掉的。